同学们看一下甘氨酸，它是 C2H5O2N。 如果题目问你分子量的话是多少，分子量就是12有2颗，氢是1有5颗，氧是16有2颗，对不对？氮是14，对不对？你把它全部加起来，它就会是它的分子量，可以吗？但是题目问你说，我今天只有0.5摩尔的甘氨酸，好，0.5摩尔，如果说这里1摩尔的话，1摩尔的话就是有这么多的碳，这么多的氢，这么多的氧。 这么多的氮，那如果0.5减少1/2，除以2，所以它的质量就会除以2，就是乘以0.5嘛，哈，除以2变12克，碳就会变12克，氢就会变成2.5克，氧就会变成16克，氮就会变成7克，这样子就可以勾出我们要的答案了。